看到我的联名所有颜色的样衣，就是蛮期待的。我在想要步行，就是休闲一点，还是牛津鞋，就是比较时尚。好，那刚刚我们的主打款式呢已经搭配完了，接下来呢就等后天我们去棚内拍摄 ，Go！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拍摄日，好紧张哦。我昨天有点小失眠，然后今天又早起，所以今天比较重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先去化妆，然后等一下就化完妆就可以开始拍摄了。这是我们化妆师，他叫瑞丽，你也可以叫瑞，或叫小瑞。嗨。然后我很喜欢找他化妆，因为他化妆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，而且我们可以是冷小伟，他可以开黄腔，所以就是没错。因为工作场合就是要愉快嘛，太有压力不好。所以今天就也是联名一样，就是也是义无反顾的，马上就请了他化妆，开心，漂亮，他是不是很漂亮？又很会，这不能讲，完全不能讲，会被剪去，对，嘴上功夫很厉害。叫我讲点话，但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有，我要说什么啦？就是一个拍摄啊，这是今天的 model 小哥，漂亮，少女，我们是一个少女。合作工作吗？对，我们很常遇到在工作上，这算是第一次一起工作。对对。好了。小粉就是我在看你们三个，收工了。